样的衣衫，同样的笑颜，和你手拉手转圈圈。尝着爱情的甘甜，点起了我的脚尖，亲吻鲜花和誓言，月亮星星照样只想陪你一起看，胸口给的心安，拥抱给的温暖，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。嫁给我这么丢脸啊！我才不愿意被人叫做小三儿呢。走吧。做戏当然要做全了。这就是我悲催的婚礼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会嫁给这么一个腹黑男。哎，故事还要从三天前说起。记得当时我还在写小说。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支持，保证准时更新。内衣赠送活动征用岭南杀人事件活动专区，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苏氏岭人集团所有。你好，是苏锦安是吗？啊，您的快递。哦。嗨，好，谢谢。
不是我不陪你逛街，这不我小姨妈来了吗？我得去接她一下。亲爱的，你说你要我怎么补偿你？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等等再给你打电话。嗯啊，我是江少凯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老套啊？这招百试百灵啊！哎，不说这个了。 你爸这次真的是有够狠的，他在咱们文学网砸了一大笔的广告费，把你的小说砸停更了。你说他哪次不狠？我给自媒体写稿子，他就把人家公众号给收了；我给剧组当编剧，他就投资剧组，把人家编剧给赶走。你说，有这样的老爹吗？我说，你都逃了那么多年了，迟早还是要面对的。我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难道有错吗？ 那这次回去，好好给你爸聊聊。嗯，走。最近，桃仁市著名企业家陆博言可谓是风头正盛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投资了多家新兴企业，大获成功，还凭借冷酷的外形，在网络上赢得了大批粉丝，素有“国民老公”之称。不仅如此，他旗下的陆氏传媒最早签约的明星韩若曦，也在他的加持下跻身一线明星的行列。 两人在事业上默契扶持，据传，两人早已情投意合。陆总，陶然文学网的市场已经约好了，我们的资金还没到位，您是想先签订意向协议吗？果然没白跟我这么久。内衣女王。 玉川，哎，陆总，苏氏丽人在跟文学网做活动是吧？嗯，今天刚刚上的一个回馈读者的活动，据说效果还不错。爸，你可真行啊，用这招把我给逼回来。我不逼你行吗？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？哎呦，爸，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。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，这是又辛苦又不赚钱，这都几年了，你说你写的那些小说有用吗？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，文字是有温度的，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，它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人。哎呀，挺高尚啊。 大冬天的不穿衣服读小说能温暖吗？我看还不如穿个内衣柜。可是我能从写作当中感受到快乐呀，终有一天我会将这份快乐传递给我的读者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梦想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你现在瘦的，就像只根筷子似的。小说爸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多好啊！爸，那你也不能威胁文学网停更了我的小说呀。这叫赞助。爸。 你让文学网把我的小说恢复了吧，让读者看到多不好啊！就你那几个读者能养活你吗？整天宅在家里写小说，小说也没火，对象没找到，头发没少掉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把那个继承的事办一下。爸，你是会有的，小说也会火的，你再多等个两年。你想都别想，你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白纸黑字。 立下字据的，那咱们今天就立下字据，三年为期，三年之内，我将带着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和帅女婿荣归故里，否则我就回家继承家业。好，那我就等你三年。你怎么还留着呀？哎，我是那么好忽悠的吗？闺女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这妇女之间的协议，它也得有证据的。 当初不是闹着玩的吗？你干嘛要当真嘛？哎，别跟我岔开话题啊！现在距离三年之约还剩36小时，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，更不可能放弃我的小说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有男朋友了，我们正打算结婚来着。那好啊，爸也不是不讲理，你给我找一个让我满意的女婿，这才行。否则的话。
时间一到，协议生效，到时候股份转到你的名下，你想不继承，那都不好使。36个小时，我上哪儿？倒计时开始。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知道那是谁吗？谁啊？她就是苏总的千金，未来的内衣女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内衣女王苏简安，内衣女王苏简安，内衣女王苏简安，内衣女王苏简陆总，您请坐。我是陈璇璇，咱们陶然文学网的作者，也是社长的助理。啊，陈小姐，我知道你，陶然文学网的言情女王，你可真是全才啊！谢谢，陆总，我上一本小说刚刚完结，是女频小说榜的第一名呢。你有看过吗？陈小姐，我们陆总很忙的，社长什么时候到呢？社长说：“请二位稍等一下，他马上就过来。我先去给二位沏茶，请稍等。”好，谢谢。你找谁啊？啊，你好，我是苏简安，我想找一下社长。你就是苏简安啊？哦，对，是我。你就是璇璇姐吧？嗯，幸会幸会。杜社长今天没有约你，他正在会客，下次再来吧。哎，下次是什么时候啊？你等通知吧。你好，请问您是？你好，我是你们签约的小说作者。这位应该就是社长吧？社长你好，我听说您要停了我的小说连载，这才从外地赶了回来，就是想当面问问您，这小说连载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说停就停啊？这位小姐，您误会了。不就是给了点赞助费吗？你们就这样啊？抱歉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。社长，今天的这个事情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否则我就跟你没完。陆伯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对了，林楠杀人事件，是你写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当初签下我说是看中我的文笔跟才华，原来都是骗人的吧？怪不得不给我的小说做宣传，是想看我的笑话吧？陆伯言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看什么看呢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赶紧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听见没有？你耳朵聋了？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不讲道理，到底是谁不讲道理啊？听了我的小说，还跟我爸一块来设计我，陆文彦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。佳安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你们两个出来吧，记得请我吃饭啊！又输一顿饭。喂，苏简安，王帅说的话你也信啊？苏简安，该不会你脑子里装的都是脂肪吧？我说，哎，苏简安，简安，怎么了？舍不得大家吗？让你滚，有话快说。简安，直到毕业这刻起，我才敢鼓起勇气面对你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陆伯言，连你都要耍我吗？我讨厌你。
怎么了，陆总？您是对我们的公司估值不满意？哦不，我觉得价格非常合理。Jesus！ 哎呀，您可吓死我了。那我们五天后签投资协议，我就恭候您大驾了。哎，陆总，您也在参加我们和苏世林这个活动？回头我让学院多给你送几套过去。不，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看贵公司的一本小说，叫《林南杀人事件》，只不过突然就找不到了。嗨，那是赞助方突然要在小说页面上做活动，你这样我马上交代下去，立刻恢复更新。嗯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，好，陆总。杜社长，不必送了。啊，好好，那二位慢走啊，慢走。作者大大，出什么事了？小说页面怎么变成内衣活动专区了？十分抱歉，小说可能要停更了。再有几个小时找不到人结婚，我就要被逼继承家业了。你可以去公园相亲角找个人闪婚啊。这倒是个办法，不过这是下下策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姐，素汐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知道吗？我爸这次是真的把我逼上了绝境啊！什么事儿？跟姐们说，帮你出主意。我被我爸给套路了，要是再找不到结婚对象，我就要回去当内衣女王了。我觉得当内衣女王挺好的呀。真的是服了你们父娘了。让我想想，要不咱们去酒吧找帅哥？陆思琪。哦，考虑一下你的青梅竹马江少凯啊。我觉得不妥。我觉得妥得很。你的兴趣爱好、身高体重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保证叔叔问我什么，我都可以应对如流，不会穿帮的，对不对？兄弟，靠你了，成了，本姑娘请你喝酒。我可是专业的。干嘛这么客气？好久不见了，叫叔叔啊！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有两年了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简安，本来要再多发展两年的，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。两年不短了，叔叔所言极是。两年前，一个风雨交加、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跟简安情不自禁。好了，叔叔你放心。我一定会负责的，我一定会照顾简安一辈子的。嗯，简安。哦，爸，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这有什么吗？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。干得漂亮，必须的。我女儿喜欢吃甜豆腐呢，还是咸豆腐呢？爸，说，甜的。哦，咸的，她不吃豆腐。别蒙了。买单。我请大意了。站住，坐下。还有24小时。爸，你非要逼我随便找个人嫁出去吗？是你自己说已经有结婚对象了，加油啊。只能用奥特星人的办法了。妈，别再给我发那种照片了行吗？我不喜欢这么妖艳的。不妍啊，
那韩若曦呢？妈虽然不喜欢她，但你要真的喜欢，妈也不反对了。妈，其实呢，我就只想找一个适合结婚、适合过日子的普通女孩。哎，妈发给你的，不都是普通女孩吗？这样吧，您如果真想找的话，去公园相亲角吧，那儿的普通女孩肯定特别多。啊，行。哎，那你晚上回来陪妈吃饭啊。好的，妈。说她前男友多年积蓄都被她花光了啊！那算了，那我再看看。大姐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拉我？人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盯紧了，收到。距离继承权宣布还有3个小时，爱你的父皇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的人生要完了，我的事业也要歇菜了。我还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白富美，找不到男朋友就要回去继承家族几个亿的产业，真的惨呐。你就别挖苦我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能给我一份资料吗？好呀，唐阿姨，你啊，简安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啊！阿姨早就说过，你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。那当然了，唐阿姨，这是我的闺蜜小西。唐阿姨好，你好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唐阿姨，你今天来这是不是帮自己孩子找对象的呀？是啊，我儿子打小就和简安认识。普通普通，这个普通。简安啊，单身呐。那个唐阿姨，我就先走了啊，你们聊。简安，你好好陪唐阿姨聊聊啊，拜拜。谢。哎呀，真是岁月催人呐。转眼你和伯言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关系是很好的吧？那个小的时候，陆伯言对我的确是挺好的。听说你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了，阿姨都见不着你了。一块儿吃个饭，咱们俩聊聊天。哎呀，我。哎呦，妈，伯言，简，你看谁来了？不认识陆伯言吗？还弄谁？怎么了？不欢迎我？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我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瘦的一天。托你的福。就没有人愿意跟苏简安同学做同桌吗？老师，我愿意。好。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儿，同学们下课。等一下，以后苏简安就是我同桌了。
你们谁也不准再欺负他。只有我能。你不说话，你给我看我吧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坐下来来，简安，坐下来吃饭啊。简安啊，伯言呢这些年一直在做投资，发展的还算不错，而且也一直单身。简安啊，你觉得我们家伯言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你们两个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而且啊也都老大不小了，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啊，好好，去吧。伯言，妈跟你说，这个简安确实不错，幸亏你今天让我去相亲角，不比你惦记的那个女明星强多了。妈，你不是说不会反对我跟女明星的事吗？这不没有对比吗？嗯。我去看看简安在干什么。哎，去吧。哎，站住！记得保持微笑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去吧去吧。爸，这时间也太短了，您再多给我几天时间。不行，还有最后十分钟，协议生效。你呀，就给我乖乖的继承我的股份吧，赶紧回来。爸，那可是你逼我的。你又想跟我玩离家出走是不是？告诉你啊，这次门都没有。爸，哪有拿自己亲生闺女的终身大事来做威胁的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嫁不出去，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。喂，爸，怎么办？只有十分钟了，我去哪儿找男朋友啊？就这么不想做内衣女王吗？我还以为你被人叫了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陆伯言，你不是一直都想看我笑话吗？你现在看到了，开心了，满意了吗？我娶你。你们刚刚聊什么呢？我看你们不如走。妈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啊？后悔还来得及。我苏简安做事情从来不后悔。两位，离婚到左手边的第二个房间，这里是办结婚的。我们结婚。哦。户口本。你们双方是自愿结为夫妇吗？算是吧。照片有吗？靠近一点嘛。微笑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微笑，微笑一下啊。三二一。这个照片怎么这么难看？简安，哎，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领结婚证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叔叔，哎，从今天起要叫爸。啊，爸。哎，哎，简安，快把证给爸看看。哦。哟，嘿，你看笑多甜呢。嗯。我呀一直担心你们俩多年不见感情生分了，看来啊这担心是多余的了。当然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唐阿姨。哎哎哎，怎么还叫阿姨啊？叫妈。嗯，妈。哎，我跟伯言商量好了，我们打算明天就把这个婚礼给办了。啊，明天。明天。
这结婚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。再说了，这人我怎么通知啊？对呀，我们就想低调简单一些，是不是啊，伯言？嗯哼。其实是伯言为我着想的，我们想先隐婚一年，等我小说创作完之后，然后再大办一场。那好吧，我们家简有事业心是好事情。老苏，咱们就随着孩子们吧，就多等一年吧。既然明天就办婚礼，哎，那你们今晚就一起住酒店吧，我给你们开个房间。啊，对。简安，要听话知道吗？妈也是一片好意啊。来，环境不错。简安，来，伯言啊，来一下，帮我把这个拿一下。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早生贵子的意思啊！图个喜庆，这早晚的事情，妈不急啊。得多扔点儿。哎，伯言呀，你们俩该不会是合约结婚吧？我最近看了几部言情剧，玩的可都是这个套。岳父不信啊？嗯。那我怎么做才能让岳父您相信呢？你看啊。你们多年不见，又是闪婚，如果是合约结婚，那自然就不会相互亲近，只是做点样子给我们看看罢了。岳父心思真是太缜密了。如果我发现你们俩是合约结婚，那我依然会让简安回来继承家业，那到时候我们两家的关系，好尴尬啊。您多虑了。嗯，希望不会是这样。钱家母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你让他们俩早点休息，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了。啊啊啊！我们走了啊，走了。哎，不用送了，你们忙。不懂哎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你到底还想跑去哪儿？放开我，不然我就告诉唐阿姨你欺负我。你想要跟我妈说，我在这个房间欺负你是吧？你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包忘这儿了。哎，哎呀，那个你们继续啊，打扰了。继续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别太过分啊！你要怪，就怪你爸去吧。你这个叫趁人之危啊！我也忘拿包了。妈，哎，把房卡留下吧。流氓！放心吧，我对小女孩没兴趣的。小女孩？我25了。你看起来像5岁啊。你才幼稚的像5岁。哦，那咱俩还真是绝配啊。你行了，说正事吧。我娶你。不对啊，你不是跟韩若曦在一起吗？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可不想做什么小三儿被人骂。是隐婚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不行，我嫁给谁也不可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
你玷污了我对文学的热爱。你在说陶然文学网的事是吧？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小心眼儿啊，处心积虑这么多年。简，杜社长约你抽空来文学网面谈。杜社长，不姓罗。我只是恰巧过去拜访他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结婚啊？难道是唐阿姨逼得紧？我跟你结婚呢，其实是有条件的。哦，我就知道，刚才唐阿姨说你是做投资的，现在环境这么不好，你不会是缺钱吧？还是惦记我爸的企业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做梦。行，算了，当我没说吧。你别走啊！你真的要帮我？那说好的地道领证，我们做个约定，约法三章怎么样？行。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你看一下，要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合约期限一年。对，一年之后咱们就一别两宽。婚姻可不是儿戏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。一年之后谁知道会怎样？合约期间不能发生肉体接触，不能曝光干扰彼此的生活。你能做到是最好的。不能曝光彼此的关系，虽然我们低调了些，但从领结婚证那刻起，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对吧？其他我没什么问题，不过得再加一条，合约期内不许和别的人勾三搭四。你能做到最好。对了，明天婚礼不要迟到了。哦。就这么结婚了吗？哎，小姐姐还没给钱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亲家母，哎，你说这个缘分呀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，就得刚刚好。是啊，就像简安和伯言一样，这两个孩子打小我就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终于了了我这么多年的心愿了。快点啊。嗯，好。杜总，酒店所有工作人员和司仪的保密协议都已经签好了，记得告诉司仪婚礼过程配合我。好的。小西，我的面纱呢？结婚你带哪门子面纱呀？哦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没错，我们看到新郎新娘真是情意绵绵。此时，新郎，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
我这个闺女啊，我要是不逼她，她就不会听我话的。要不是他们要求一切从简，我一定得给他们办一场世纪婚礼。你想太多了。谁能想到，我荒诞的婚姻生活就这么开始？脱下大人的外套，只想找到你依靠，借我孩子的笑。Yeah，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，多远只要你说需要，出现就下一秒。你举办的初告，我温柔的圈套，怎样你才能收到心动的讯号？我不懂你骄傲，只想要对你好。偶尔的吵吵闹闹，和夜海有笑。你剧本的忠告，是和我一起老，警告所有的烦恼，别来凑热闹。谁能代表想对你一起好，耳边的唠唠叨叨只需你来找。